年龄较小，体质也较弱，所以说这个温度要把控好。然后第二点就是在它的饮食方面，我们一般都是像喂的次数要多，但是量少。我们的幼虎，因为它的身体啊这些抵抗力比较弱嘛，然后我们要对这块场地进行一些疾病的预防以及细菌的消杀。然后同时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很多的这些幸运游客来跟着我们一起为小老虎布置一下这个场地。因为我觉得它很小，然后我希望它以后的虎生都能平平安安健康长大。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这个比较大的哈，它是比较适合大坪数的。那再来呢，还有这一种款哦，这种办公室很多，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放在你自己的桌上。哪里买呢？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记得输入优惠，马上就给你折扣。